目结束了叫的。是女猫人，女士们先生们，大家鼓掌欢迎。猫小姐还想和我玩猫捉老鼠的游戏，没想到我手上还有一张王牌等着她呢。我也养过一只猫，你瞧，尽管你马上就要死了，不过不要伤心，你的肉将救活许多快饿死的猫。等乔克先生一回来，好戏就要开始了。谢谢你赶来救我。彼此彼此。真希望我们俩的关系不要局限在从坏人们手里互相救对方的命，或许我们可以互相为对方留点时间，单独相处一下，并且摘下我们的面具。可能吧。我也差点摆平。